哦，蛮想坐啊，要求。这样真的太多了。哦。哎。这两天没有被算了，每天都嘛被算，习惯了哈。对啊，你有看到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多的对不对？超奇怪的，都不知道关了，不知道关了什么事对不对？对啊，直播也有事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奇怪。哎，老酒果吧，那个秀芝你要留一份500，我知道。秀芝你要留一份500，我帮你留一份500哦。你看到 YouTube 超多，脸书超多，你有看到哈？有啊，那就莫名其妙，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来，我把先卖，够吧？我酒拿呗，酒拿呗，要不要？水头到家卖，要卖要卖要卖，要卖了。不过八块八淘金币。那今天的东西这样子很恐怖，真的。哎，不好。我袖子留不到。袖子留不到。那个进家，你的头刀来了，头刀来，头刀来了，300块，算一头刀吧。进家，进家，进家，要结婚呐？要不要结婚？好，进家留刀了，你的头刀给你了。来了，你别拿酒搞别嘛，对吧？我买个鞋，还有三把剑，留一份后面。花点留一份后面。好，就地等你过来哦。哇，要求，今天太恐怖了啦！以后不能这样载货，太恐怖了。虾子，你要什么虾子？啊？还没留。Judy， 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虾子？虾子还有啊，有大河的河虾、小河的河虾，还有那个海白虾，啊，泰国虾好像卖完了。300块，后面一份。